现在我们把这观念纠正过来，宗教，我们要大声疾呼，什么是宗教？爱是宗教，宗教就是爱，上帝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所以宗教徒，我们信仰宗教，要把上帝的爱放在自己心里面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像兄弟姐妹在一起聚会。我们不要看到邪恶，我们反对战争，希望这个地球上永远没有战争，样样都是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，这个世界地球就是上帝的天堂。我们也想做几个示范点给大家看，在图文报也是很好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例子。1998年、1999年，在新加坡，10个宗教，新加坡只有9个，他没有犹太教，我把布里斯班犹太教拉转了过去，10个宗教凑齐了，做得很成功。人家新加坡居民大概75%是中国人，有中国儒释道的文化这个基础。在那里做了很容易，一年做成功，这影响很深的，像马来西亚、印尼，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好，让人看得很欢喜。西方在历史上也像中国一样有过盛世，太平盛世，但是时间没有中国长，20-30年，中国的这个盛世超过100年，造成盛世，在中国是儒释道，在西方是完全是宗教，宗教兴旺，信徒很多，大家都会祈祷，都听牧师这个讲经教学。所以带来的安定。那么今天有很多人问，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？我给他们给的答案：西方把宗教回归教育，和平盛世会出现。东方的时候要儒释道兴旺起来，和平盛世也会出来。所以今天联合国的宗旨，就是化解冲突，带给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每一个宗教都讲这些，所以宗教教育就变得非常重要。报声同声敬。